今天天空特别的蓝，晴空万里的。漂亮的花车已准备好，出发白夜市，预祝今晚好卖大卖，加油。今晚还不错哦，还没来得及架这个手机拍摄，就卖了好几盆了，卖了一盆两盆，卖了三盆了，不错不错，继续干。主干道边，两边都是卖水果的，精品盆栽集中，漂亮的花花。那个小番茄10块钱，那个哈小番茄，那个那个的，不加啊，满面红，比较贵的不加，30加30就60了，六十嘛，不加不贵，不加，那家呢？那里那家呢？不加八成新，谁杀啊？谁杀？谁杀？不加八成新呢？你杀？这还带到连村，带到连村了，不能。今晚生意还可以啊，今晚。来了不到，来了就半个小时了，半个小时卖了100多块钱了，还不错。比较好卖的是像类似于这种的最好卖了，这个叫一帆风顺，白掌一帆风顺，寓意又好，它又比较好养，最好卖就是这个了。好，努力卖，多卖一点，今晚争取多卖一点。这个叫什么？一帆风顺。这个多少钱？那个加盆是25元。要是家里有这个盆，就不要盆的话，就几点？哎，等于的最实惠的绿萝10元，还加一个底座。本来一根绿萝就1块多，生意还加一个底座给你。这个三块四，40。那个你去店里起码要50，最少都要45。耶，那个来这个和来这个就少一点呗。这个就一周浇一次水，这个是一个月，你要记得啊。嗯。这样，这样看着仙人掌。仙人掌要小的，没有大。好的。多少钱？家都喜欢花的。20最少。20啊！放那个电视柜那。对。漂亮，酒柜电视柜。嗯。刚才是好养啊，一个月浇一次水，对不对？或者你要付个约给他15块，不可以的。嗯。哎，今晚周末生意还可以啊，又空了3个位置，又卖了3盆，差不多得200元了哦。因为刚才卖了一盆大的，加油！可以把在那个地方腌的，这就是看骨头叶的嘛，骨是粉色，要可以把那个地方腌。这放在骨头，里头腌，跟它煮下来吃。室内的，大部分我的大部分呢，室内。黑沙大给几家？10块钱。你不见你老几请安买的滚，不见你要油空头那空的就安那那就行了，就行了。不是买东西。是啊，你要采萝卜啊，就唔错了。所以你不准你找什么品种。不见条盆子了。今晚运气爆棚啊，朋友们，运气爆棚，都没时间种一盆。啊，一直源源不断的有客人来买。刚才又卖了50，不错啊，运气好，继续努力卖。今晚运气爆表啊，今晚。
客人源源不断，忙不过来啊，又空了好几个位置了，就得补了，估计卖了有300多了，卖了有300多了，一个半小时吧。反正生意这东西真的好难说啊，必须要坚持的，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的，但坚持就有希望啊，努力卖，干。今晚是这种最好卖了，这个好像卖了有六盆，起码卖了6盆这个。卖掉的又补上来，卖掉的又补上来，补上来又卖掉，这个真的今晚特别好卖。一帆风顺，寓意比较好，然后它也比较好养，所以这个是最好的。给选个都要看呢。有什么？番茄，你这种圆圆圆的，不得有这点啊？那家有什么品？不得有这点呀？叶色比较靓。这种有这点吗？不同大盆，你看能不能大盆上？我没炒过。哦，30了。10元5斤。好买吗，哥呀？记得买西瓜好买哦。哎呀，收快食满咯。好啊，收摊回家，今天比较满意的。生意这东西一定要靠坚持的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回家。